可爱长相与火辣的性感身材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近年来更成为主持人，在节目上自然不做作，表现更是受到许多网友肯定。平时工作忙碌之余，也会在网上与粉丝分享生活。没想到日前他却突然发出亲密脸贴脸的甜蜜合照，还称呼对方为宝，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关注。结果圈圈贴脸的对象其实是他的好朋友尹乐，他也是中信兄弟像啦啦队的队员，事上两人感情非常好，经常会在网上发出彼此的合照。而这一次圈圈晒出贴脸照的原因，是因为尹乐即将生日，特别发文祝福。网友看到两大女神同框后，直接嗨到不行，纷纷大赞两位美女太漂亮太可爱。Bye.